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，笑阮这安尼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朵花，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阿妈是的。哎呦，别安尼啦，起来啦。阿妈，你自我细汉，把我强到这大汉，我唔若无和你好好过日子，佮害你逐天操烦，我真正就不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去自首。你要好好保重身体，等我出来了，我一定会做你有效的乖孙。起来，起来。阿妈是的，阿妈的乖孙，阿妈一定等你，等你回来好好啊，妈孙啊过日子哦。你内面爱乖嘿，啊！好，行啊，客户，阿妈就拜托您照顾。你放心啦，你阿妈就是我阿妈啦。客户，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哦。你伫个内面。嘛要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，知无？麻烦你替我甲客伯讲，是的，嘛请伊爱照顾家己。阿贵，歹势，即阵啊，我对你足无礼貌的，你阁愿意教我遐济，感谢。免客气啦。阿妈，哎，乖哦，嘿，你要好好保重家己哦。我知啦，你要听我的，乖啦。你要等我出来。我知啦。阿妈，阿斌，我送你来了。阿妈，我要来啊。你要等我啊。乖哦，嘿，乖哦。阿妈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哦。我知啦，你内面都爱听话啦。哎呦呦呦呦呦，会较顺咧，会听啦。好啦好啦。拜托咧，唔是你的肉吼。好啊！哦，爸，啊，我等下啊，我等下就好啦。大哥等下，这，哎，阿妈嘞，我知。莫个哀呀，哀家厝边隔壁吼，拢去报警啊。你创啥啦？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有包，收收收收收收。哦。来，猪脚面线。嗯。互你过温一下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安嘞。赞赞赞！哦哦。阿斌哪去自首啊？我想遐歹人应该拢抓会到、接到。希望会啦，阿妈希望阿斌哦，即届能彻底反省啊。困难啦，
阿斌的得罪吼，可能不是干那遐个人啊，尔，村的人唔知当时要出来，这也唔知的啦。呸呸呸！当先辈啊，这种话袂当白讲啦。我咧讲，因若讲假来吼，我就还死个足歹看。你讲，哼，唔是我臭蛋的。哦。哎呀！太甜啦！你哦，上个碰碰的啊！话来名你就随便听。你们拜托咧，我创袂一面就好，随我老鬼。坐咧吃啦！哦，还要还加着。好食不？好，口味我赞。嗯，结果。而且恁骨了，足球的很。哎呀，你包过，搁要阮囝食？那可以哦。有吗？我过了，赵家哥有的，有吃薄饼，吃薄饼啊。阿伯，欢迎光临。请我一杯水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哦，讲到恁这日头，真正有咩啦？晒到就要掉沙去。你多起来吼，阮这日头会加人的啦。来，啉水。拍死。好干脆。你相机无淡面，我落即款翕的，别了工啊你！歹势啦，我请你啉冬瓜茶，阮才出名的哦。歹势。袂当安尼啉啦！你无听咱咧讲吼，串串面面水吼，若是送到顶八卦，会食到袂消化，你知无？较细腻嘞。而且，啊，毋过你讲什么什么顶八卦，我听无。你当然嘛听无，讲我你把喙齿都拍开啦，讲我你嘛少年老，我拢毋知利害关系。面水啉遮凶吼，要死较紧啊啦。哦，歹势啊，先生。这是阮老头家啦，啊，伊这人就是安尼啊，想到啥就讲啥，伊无歹意哦。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无啦，我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就是安尼。老头家哦，哎，啊对，来。哎，免钱啦！哎，当然，上面咧免钱。无啦，当生辈，迄是我拄只无小心来破着水，我赔伊的啦。赔的，扣钱水。闪闪闪，广妹来唱歌。唱歌？哎呦，拜托诶，你这种歌声，迄若一唱落去吼，迄规庄啊头的人就真咧斗阵来民宿，是咧太假了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你好，我是。我们家是到底来民宿，啊，因为吼你之前有甲我订房间，啊，唔知影今仔你几点要去排队。饮水。拍死！我带伊去过你民宿的咖啡厅啦。我即马在附近上，连咪我转去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啊，等你来吼。哦。
什么代志？你的100块。免啦。免钱啦，那是我甲你泼着水，啊，讲要请你啉冬瓜茶啊。你原来真故意，是讲恁家冬瓜茶真正有好啉？那是当然啊，那冬瓜茶是我的宝贝呢，是我用。刚平常什么怪味？我的蛋糕店被偷回家！哎呀！头家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刘，叫刘俊雄啊。哦，咱拄仔有通过电话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麻烦你甲证件我登记一下。好。阿兄啊，嘿，你母阿翁来大上班吼，去遐掼几罐来当来。有人客啦，等一下啦。啊，等。哎，你敢毋拄着迄个？吓，老头家。啊，恁两个有熟识哦？有啊，我叫伊一条命，伊阁欠我七条命，对我笑脸嘞。我咧讲哦，这个少年哦，爱好讲招待，出手足大办嘞，收益袂少。哦，好个安来哈，头前我来赶倒啊。好，头家，歹势，啊，本来哦，我给你订普通房订一间嘛，是，敢会当加订两间？当然嘛，欢迎啊。啊，阮遮吼是照工咧算的啦。你迄普通房吼，过一暝食两顿是2000块。啊，请问你要付现还是要迄个绿卡？绿卡。绿卡。谢谢。阿仙啊！这个倒沙缸子嘞。哦。来来来来来。倒一杯。啊。来，你倒一杯冬瓜茶给我。你去帮我饮下不？哦。哎，小蛋小蛋小蛋，安怎？今仔大只个少年啊吼，出手足大办的哦。嗯，你今日有得到什么好康的无？我才想要问你嘞爸。啊。啊，伊原底吼，甲我订一间个房间啦。哎。啊，今麦吼，讲改住三间啦。三间？哎呀，我知，一定是要报答我对伊救命之恩啦。嘿，我咧讲，这个人个算我个哦。啊。爸，啊我恁囝嘞？阿伊连囝子也要赚哦！哎呦，唔是安尼讲啦，你着知影你母个苦头吼，钱够六条条，苦赚一寡哪有算啥？算是你有孝受大人会使无？免算啊啦，七偌济？千一啦，千一落来拢一百来，嘿嘿，标准嘞。哎，我咧讲吼，重点，袂当甲恁母个讲吼。啊！阿婆，两个你吃好，知啦。老哥，哎，老哥，嘿，老哥，你等下，嘿，你跟我走。啊，你要出去哦？系啊，我想要来去淡薄仔风景。好，房间收拾了，保管。哦，好。哎，少年嘞，听讲你要改住三工哟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哎，对啊，老先生，我跟你讲一下啊，阮家过一暝食两顿吼，有加早顿加暗顿。啊，阮早时啊吼是对7点到9点半啦，啊暗顿吼是对6点到7点半。啊，甲你问一下，你今仔敢有要倒来食暗顿？因为我通过连锁啦。哦，你上好要倒来食啦。我你讲，我叫阮某煮王台烤鸡鸡，口味赞，外面食无了。好啦，那咧尽量赶在6点半进前倒来。好好好。张三伯。哎，好啊。来了拄啊好，两杯冬瓜茶，即马就要走走。哦，好好。哎，来来来，你坐下来。哎，阿香啊，嗯，你要住一礼拜哦。我跟你讲吼，咱照拼照行，一工500块照抽哈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嗯。钱白啊。哟。喂喂喂喂，较正经嘞吼。啊？你今日要住遮哦？系啊，安奈啊。哦，那安尼哦，迄冬瓜茶我用保温罐甲你装起来，你可以等伊啉。
啉完了后，你才可以当行我，安尼哦，才袂罕紧就体谅。哎，这个建议真好。当然好啊，我就巧的。啊对啊，你要哪称呼？你叫阿辉就好啊啦。阿辉，你好，我姓刘，我叫刘俊雄。那熟悉我的人拢叫阿 K 啦。这是我的妹子，请多多指教。阿 K 摄影工作室，阿辉，你放松呗。阿辉，我跟你讲哦，暗时啊，我要注意了，往来烤鸡鸡招待人客，你较早过来吃。哎，较早等来哈，人拢数个七碗八碗。好料让人去吃了了吼，你等下拢无当事，到时你若想我等下参加，甲你就弄死了我你讲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我若是无食着吼，我有当作减肥嘛。减肥。嗯，这瘦了，搁要减肥。不错呀。我下晡想要甲你请半工的假，你要请假？我有淡薄代志要处理啦。啊，好啊！你要请假，你就做你去。啊，你做你无用。多谢宝珠爷。稍等嘞。喂，一个等啥？宝珠啊。嗯。阿辉，一日讲要请假，你先来答应伊。但阿辉来咱家吃头路这尼啊久啊，伊也毋捌请假过。阿姨开嘴，我哪有什么理由无答应？阿姨家明天想要过？不是还够有你？你英明，你就罔过啊！我去过，阿我来，好嘛好嘛。哎，肯定要先讲哦。大喜事！哎，阿威啊！张什么？哎，我甲你交代哦，冰箱吼、凉水啊，啊个点心我拢控好啊。阿廖，我着我知啦。嘿，对啦，阿辉啊，啊你向我请假，你是不是走队？人我今仔要去做 model。你讲你要去 model？ 不是啦，到时要请你倒去啊。我是讲模特儿 ，model， model。模特儿 ，model， model。我听你咧臭蛋。你去办呢，我再来去做 model， 我就再去做刘德华，安怎？吼，放松呗。我是跟你讲真实啦，人超去拍广告。哈？拍广告？你嘛拜托我的女工就好么？人家拍广告的 model 吼，是爱写作摇娇咪的，跟他显露好玩的。你去现我再来拍广告，拜托你，我唔相信。真的啦，人就讲吼，就介意我这种抛弃。天真自然，无大明星的气质，唔只会请我去拍广告。阿辉，好未？哦，好好。哎，当什么？点高你哦。拜拜。无啦，阿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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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么什么情形？我回家开心哦。你是不是爱先教我安怎徛迄姿势、迄 pose 安怎摆啊？你免遮尔紧张啦，你有动作来遮看风景，你要安怎坐安怎看随在你啊！啊，想要坐你就坐，想要徛你就徛，你唔免管我安怎翕。好。
上面咧高声乞巧，连续三年比赛冠军咧了。阿兄，哎，无甲你收面费，搁他妈咧嫌。嫌费，这是买会人。安得水啊啦！哦 ，Come on baby，Come here。我给你做温柔的哦。阿姐，阿姐，来来来，你看。哦，王奶烤鸡。王奶烤鸡。哦，这个螃蟹真的赞的啦，吼，安尼水啊！我来试看嘛，我买咸酱有够，好食无？好食无？哦，有够赞的啦！哦，我都该答应。我你看，咱你这个王来过鸡吼，我就少年食个真，拢总食袂咸，哦，赞赞赞！我这是济人而乐，少人嫌哦。嗯。进来进来进来，进食进食。我一件代志哦，一定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阿威甲你请假，伊是要创啥？嘿，我要哪会知啦？伊讲伊要去做 model 啦。哦吼。model。哟。你有听唔对无？哪有可能阿威去做 model 啦？真实的啊，伊亲自甲我讲的了，而且是甲咱民宿另外一个少年家出去。民宿的人客。嘿。倒一个。我着早时啉冬瓜茶，啉了伤香吼，去砸着迄个啊，迄个少年啊。迄个少年呢？嗯，啊，伊当时是咱民宿的人客。尾又搁转来吼，讲要带咱民宿带一暝，唔相信你无生。哟，啊，伊会想要带伫咱家，敢讲？伊想要拍阿辉。拍阿辉？有可能。我明仔透早四点，搁要甲阿克出去几张相片。阿星啊，你的心路拢要去用拍去啊？你拢无什么想法咯？阿辉是王刚啊，唔是我的相。阿星啊，这人叫我招来哦。我可以。我准备。够拍未啦？在我